2004年嘅48题先啦，系啦，咁咧佢就话啦，如果而家有个正四面体咁啊 ，A B C D F G H 咁样嘅 ，OK， 问我哋啦，如果 X 同 Y 系 A B 同 G H 嘅中点 ，OK， 问我哋 X Y 究竟系几长？咁我哋会知道咧，其实佢系一个cube 嚟嘅，咁啊边长两 cm， 咁即系讲紧咧，实际上嚟讲，我哋咧就应该可以点做啊？我哋咧可以将个 X 咁样拖落嚟 ，OK， 跟住咁样拉翻佢过嚟。咁我哋望住呢个样，呢个咪就一个立体版嘅不等式定理咯，系咪先？咁所以啦，如果呢点叫 m 嘅话咧，我哋会知道 x y 咧，实际上嚟讲就系、是、就会系 m g 嘅 square 加 g y 嘅 square，OK？、Okay? 咁呢度咧就会计咗 m y 出嚟噶啦，咁再加翻咧 x m 嘅 square 啦，再 square root 咗佢，咁咧就会计到系个 x y 噶啦。咁我都画翻个荧光笔啦，实际上嚟讲咧，我哋呢一段咧。OK， 實際上係揾緊個 M Y 嘅。好啦，咁所以咧，我哋就撳機咯喎。咁咧就會有咁我因為除咗一半啊嘛，咁所以我哋有一嘅 square 加一嘅 square 加二嘅 square， 係啦，咁就 root 6啦，所以答案就係、是、咁就會係 D 咯，係啦，冇錯啦。